哎呀，这面就是海滨了。这面有两个美人鱼在招手啊。哎呀，风景是真好啊，受不了啊，好的。刚才呀，有一个印度大哥帮我照相，这他非常主动的帮我拍，而且拍了好多好多张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哥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个子比你高的人呢，照相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这个相机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，就是比较仰视。然后仰视的话，我就只能照到半个身位，所以照片照的就感觉显着我像那个小人国的似的。那大哥长得太高了，但是心肠很好。我这回出来呀，就千算万算，我就感觉落了点东西，没想到真落了点东西。落了什么呢？三脚架没带。我这旅游啊，基本上是三脚架从来都不忘带的，但这回就忘带了。我在这边旋转一下，哎 ，nice。哎，这边有皮划艇，看到了吗？哇，这两个大哥很帅。哎。